哎，王立新，你在干嘛？我在看中学头条啊，每周五晚上8点，一起看吗？你要先订阅哦。秋冬又快到了，真假？我还没关注哎，我帮他来关注一下。奇怪，为什么他们那些男生都这么多人喜欢呢、啊？你在问废话吗？我没有啊，因为他们都拥有你没有的、啊。对，没错，我没有什么。我来一一讲解给你听。第一，他们有个人特色，看起来乖乖的，个性很随和。这样你们会喜欢？我告诉你，超多学姐喜欢他的。你看他。那 Max 呢？嗯，走。他一脸孤单。我也孤单。重点是人家幽默又好笑。那傅俊杰呢？正好相反。走。傅俊杰这么安静，会有人喜欢？你才不懂。这种安静的男生啊，都会吸引那些比较活泼的女生。我想这就是所谓的异性相吸，两个人互补综合吧。那黄文婷呢？他就笑容杀手啊！你看那边，文婷帅，文婷棒，文婷文婷 number one， 我们永远支持你！哇！那他们除了个人特色？还有什么？第二，他们会各种的运动。首先，你看嘉诚，他看起来柔柔的，但打跆拳道可帅的呢。真的蛮帅的。当然啊，女生最喜欢会运动的男生了。他们在认真的时候散发了各种魅力啊。那 Max 呢？他为什么？什么？你竟然不知道？会射箭啊！这么酷！我好像真的被吸引住了。那还用说？那傅俊杰呢？他不是只会打篮球吗？我也会啊。他不是只会打篮球，他散发的还有他当队长的领导能力。你看那边，文婷拿回篮板。哇！最后5秒钟，傅俊杰队还落后2分。小队友。整个球队赢球，难道还不吸引女生吗？我好像有点懂哦，你终于懂了。那文婷呢？她除了那个笑容，还有什么？自己看。超帅的，懂了吧？第三，他们会不同的才艺。嘉诚自弹自唱。
饶舌。我们开始担心没法迈步，只要保持无所谓的态度，金玉其外败絮其中，真正的 boss 不用弯路，更不用谁来帮我带路，根本路一直在脚下踩，只要我想要的都会有，但从来不笑老爸买 all by myself， 跟你不同，心甘情愿的当个蛀虫，我想跟自己的双手赚，那么有段时间特别穷，你说没钱就没朋友，那种朋友跟钱走，他们只会跟你蹭红酒，一旦出事没人伸援手，我走太痛，这个 homie 穷不走，不仅要把钱赚够，要跟我的 homie 同富有。傅俊杰，黄文婷。我懂了。啊，他怎么跑了？算了，不要理他了。听说他们全部都是参加全国运动会耶，而且一零全国运动会在新北耶，真的假的？那我一定要支持他们。我一定要这些女生，这次也爱上我。如果喜欢我们中学头条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哦。追踪哦。你的小铃铛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追踪他，追踪我们。